来盘个脚啊。226。这个上面是干什么用的？刚才去泡脚回来了，肚子有点饿，点了一份肯德基，吃上一次，就点了两个鸡腿，还有一碗汤啊，因为我吃不了多少。好香！一觉睡醒，天又黑了，现在外面有点冷了，18度。还是吃快餐吧，前面有个自助快餐。这小炒肉每次来都得点上。这个房间住了两个多月，马上就到期了，到期就不住了。这个被套就洗过一次，这个床单入住到现在就没有洗过。这种天气要两三天才能干了，收拾一下东西出去上网上个两三天，回来就可以退房了。这些东西就等回来再清理了，到时候把被套套上，直接就退房了。纸巾还剩这么多呢，打了一辆顺风车到火车站，准备坐火车出去逛上几天，天天在床上躺着也是非常无聊啊。动148，今天坐的是动卧，这个颜色的动车还是第一次坐，还是动卧。这放行李的地方比普通的绿皮火车这空间大多了。6号下铺，这还有个床头灯呢，还有充电的。这种动卧比绿皮火车的卧铺舒服多了。睡了4个小时，马上到站了。到站了，到站了。网上订了一个70块钱的房间。在网上订的房间还送了两瓶这个润田的矿泉水啊，又是两张床的呀，房间还挺大。肚子饿死了，点了两个菜啊，3点多了。